超行大牌长隆的顶多家乡鸡，古早味老字号有38年历史啦。每天都是使用新鲜的鸡肉裹粉，然后下锅油炸。看看老板利落的手势，就知道名不虚传。金家喜超级无敌受欢迎，独家秘方的炸鸡一直炸不停，炸到金黄色，看起来洗白邪恶。不论是大鸡腿还是鸡胸肉，刚出炉的炸鸡很快就会一扫而空，热腾腾热辣辣，鸡腿也是有小也有大，肯定要淋上短根的辣椒酱，吃了一口包你立刻爱上。另外一款小编来到这里一定要买一定要吃的就是香脆炸鸡皮，它的炸鸡皮每一块都是超大片，又脆又香，实在超美味。最特别的是这个炸鸡脚，很多人排队等买到才敢换，大家走过路过绝对不要错过啦。